吓一跳。僵尸村民啊，上面那两座，他们现在房子都变得好有趣哦。对啊，1.14哈，很有那种特色的感觉，至少长得不就不一样了。对啊，每个地方的都不一样。对，不行，这我就可以逛好久，好好玩哦。所以现在是在那个观赏地图，什么怎么主播什么人的那些不干我的事，我要看好这些房子。看来瑶是脱队了。对啊，瑶刚刚离巧克力他们很近，他自己跑越来越近了，这么勇敢的吗？没有啊，为什么？他这么一个鬼鬼的血还是好多。对啊，鬼鬼的血，他不是每他之前 UHC 都开场你会吃金苹果啊？现在没有，但是为了避免在那个啦玩的那个自我介绍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吃一下金苹果或钥匙玩一下。那现在应该不会还在把那个小口 bug 而已啊，对啊 ，bug。那个之前真的好了的。本来还有个模式，因为在这一次没有开，因为说想说等到稳定或确定之后再来开，就是会有背叛者模式。哦，刚刚有看到，我还想说那是什么？欸、我想说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每队就挑一个起来啊。哦。因为挑掉之后，每队会变三个人啊，那个人那个就会变一队，可能那一队就五个人。这样感觉可以。然后又太强也不行。感觉好有趣哦！对啊，我说可以啊，背叛者很好玩呢，整个变了另外一个游戏的概念。我们那天就是，他是前20分钟会同队、嗯，然后第10分钟会提示说有背叛者出来了，然后倒数3分钟会说背叛者即将传送、嗯，然后你要背叛者就是要在这3分钟内干掉队友，哦、然后时间到之后会不会很快结束啊，就还好啊。嗨，那就是人数多的那一方会被传送也可以啊，传送一个走啊。哎呦，感觉蛮有趣的。那天就是尔虞我诈、啊，结果小雨是背叛者跑来砍我，被我烧死。这里这个矿坑。哇，巧克力全哦，有中了中了，全身解装了，打不开通。HI，感谢，念黑人吗？还是黑男？斗内 ，MAN 是男还是人？男吗？都可以吧。哦，黑男人，感谢你的donate。哇，金在外面 QQ。嗯，那可能鬼鬼也没受伤哎。我现在看他血恢复正常了。哦。但是刚不是显示他受伤吗？满血啊。哦，好的，就他现在满血。受伤多少？2点，杜鱼摸到吗？没有，因为他2点就是0.2伤害啊。嗯，好像是这样讲啊，10点伤害就是半颗星啊。哦，哦，太和平了，打击啊！真的受伤了，受伤了，有了有了，杜宇，乖，杜斯，我真的喜欢这个蘑菇的材质包了、欸，乖，你在推什么东西吗？紫队耶，好多铁装了，嗯，我也好想要。铁装，那你干嘛跟我冲？你就好好留着就好了啊！不要，我更怕一个人。
你还有你还有两个妹子陪你好吗？不，他跟你去了。对啊，我跟我们一起去了。你们两个都去了，然后我们两个没有，就叫你们留下。男生都跑掉。没有，因为啊，我刚是叫那个你们留下来，我自己去啊，你就说跟我去，好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哈哈哈！然后就一起咻，一去不复返了。我来看看，我来看看啊。还在下面装吗？这场真的会很久哎，队伍太少了。嗯，真的是，除非像繁星一开始这样，不然我觉得应该会拖很久。没办法，感觉大家看到也不一定会直接打吧，嗯啊、因为除非是抱持着这种自杀式的，是啊，他在偷偷表达他的不满。没有啦，不是啊，因为一般不是四个人嘛，就会觉得蛮多人的。变数比较大，我听出来了。来 ，Moco， 换个角度想，你可能会被巧克力欺负。对，对，他会说：“妈妈留到最后，妈妈留到最后，有没有？”然后就全部围着你。我都已经想好他的想法了，我是很懂他。用心良苦，用心良苦。怎么刚开始就观察着，厉害吧？我们被阿比那队欺负，被灭了。到底是谁先来的、啊？他就这么动手了。到底谁先还手的啊？我们过去而已。对啊。想要好好的。那边没有项目，我们过去砍项目啊。就还没打，你在路上遇到人也不会就扁嘛。而且我先打小雨，是谁先打我的？你说。我还没打到人就被打死，为什么？你也太烂了吧。不是，他自己突然变出一把木剑。我还在合成斧头，我就看到一个反光过来。哦，那是方块哦，拍谁？没有 ，B L O C K 是方块，我看成 B L A C K。方块布莱克等于黑布洛克曼等于方块人 P A Q。对不起，这有一条尾巴。方块人哦，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哦 ，A 跟 O 就很近啊，而且抖内那个我其实视窗缩很小啊，感谢，你也是，感谢，你看我又骗了一次抖内，谢谢。哈基现在挖肚鱼就死定了。对。对啊，我血超惨呢。我一定要盯着他看。哎，好啊，我们来盯着他，让他当雷神。哎，挖到了，挖到了。冲啊，哈基快跑！哇，拿铁装，拿铁矿哎！天哪！哇塞！不要拿铁矿，真的是阿基，你也真的是很怕哎、欸！拜托，半个血耶！又挖到。他急得跟头也不回的跑走，好惨哦！他现在穿铁装也只能挡挡哥，他招牌盯着那个洞口。我的天哪！嗯，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跟着他，我要看他会不会挖到。可是就只有他的画面比较刺激了，惊险刺激，蜘蛛身。而且还一直有那个碎石崩塌、欸，哎，太可怕了吧！崩塌。对啊，一个不小心压到了，爆炸了。那附近好像也没什么，除非杜宇跟崩塌，就只有靠杜宇、啊。够危险了！当你只有半格血的时候，够危险了。对。哎、欸，之前跟闪闪他们同队过，我也是被玩到剩半颗星。我跟他说，你们还是让我自杀算了。你们这样子担心我，你们不能发挥什么，我就说赶快让我死了吧。一个大男人被你们两个女生保护，觉得我好没面子哦。这干嘛？他其实是想害人呐、啊，在那边偷、啊。干嘛挖脚浆？他们玩到钻石哎、欸！哇哇，这钻石颜色这么绿哦！对呀、啊。颜色变得太奇怪了。嗯。
是好看啊，只是要习惯。应该。哦哦。真的有改变的啊。有啦。我觉得变得比较暗。就偏绿啦。绿绿的。嗯。以前是卡在蓝色跟绿色中间，现在是绿色多一点啊。来看看。没钱抖，你不用抖了啦。啊，笑我要讲一下，我这个月、上个月字母氪了多少钱？我今天才交完钱，一个刚出的手游，我就直接花了快20000块。真的假的？嗯，谢谢您的支持，那我们有更多的游戏。可是那游戏我又有点快玩不下去，我就觉得哇，这干嘛花钱？可是你氪了，你又会不就是不想要那么快放弃吧、啊？是因为那些钱才让我继续玩下去。心魔啊，心魔。他就没有友情抽啊，然后就是钻石给的太少了，很没动力玩哎、欸。我的天哪、啊！他那你快乐过？我快乐过啊。那也只是一时的啊，但是我花了那快20000块，我还是抽不到我想要的角色啊。我的天哪！然后再花下去就真的没女朋友了。嗯嗯嗯。圆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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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圆圆！他们现在看得很小心。对，超小心。两只。圆圆加油，圆加油！咬他！我在想说，有没有可能打怪，然后怪都还自己控制住你的重量吧？你说爆炸之后，好像很坏。感谢。请问你是在打异形吗？有点那种要那个叫什么？那叫什么报复社会那种心理。演员说看到黄金了，看到黄金了，仿佛听到他这样讲话。哈基，你有救了！哈基，我看到黄金了，我看到黄金了！哈基，你有救了！啊，有苹果吗？有苹果吗？这样子没有，没有。我们那边，你们那边树也没打几棵就被你们弄下去了。哈哈，还怪我们？我们那边没有项目，你就一起下来啊！这样苟延残喘多累啊！搞一下小雨在哪里？哇！天哪！不要玩的这么辛苦啊！就是拿什么？哦，我来看看，他是用剪刀剪一大堆草吗？哦，他在玩那个，对啊，他用骨粉啊，出鱼桶，哇，好好玩，哦，好好玩，我居然开始，对呢，他在，对，出鱼桶，出鱼桶，也不是，对，肥桶吧，你是讲出鱼桶，他又想不起来他名字，我看也是觉得真的好像不对。以后那个就不用再冒着生命危险，然后可能如果要骨粉的话，对啊，所以就是我们那时候上个礼拜玩的时候是木头有限，所以我们就是做出堆肥桶来刷木头，对啊，啊就是做剪刀去剪树叶，树叶可以堆肥，对啊，还好玩的感觉哦，对啊，这剪了多少？还有一次闪闪叫成圆圆，圆圆叫成闪闪，然后就都叠字啊，听得懂就好啊。差这么多？哪里差很多？差很多、啊。哪有？我那时候叫闪闪闪闪圆圆，很开打得很开心啊。哎呦，哎原来我们的墓前有花朵。怎么了？头找到了。找到了、啊，刚刚就找到了哦。原来我们墓前有花朵，好窝心哦。我可以换颜色吗？你要讲一下啊。你说你要死车局？我要蓝色。可以找到死车局。还是车死局，死车车局，车局，阿基加油，加油去死吗？阿基加油！天哪，那个杜鱼来玩，现在不要打扰他们，不要打扰他们。哦，在弟弟的钻石。哎、没有，你怎么就放弃了？就跟那个梗图一样啊，钻石就在你前面，你就跑掉了，虽然在岩浆下面啦。天，对，阿基，你现在是不是活得很痛苦？
不要再这样折磨自己。对，该上路了。这样子，找点解脱。总得找一个比较不会被评为雷神的上路方式吧。对。他现在感觉各种死亡有很大的几率会被收视雷神，赶快去找人，然后被他砍掉就没就好了。对，被找，反而找人去被打死，或你去驯服一只狗狗，名为巧克力或秋风。哦耶！